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新疆的老二，他俩是跟着老二去新疆的元宝和六一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单身狗在这个宠物检查站露营，还是很舒服的，有电有床，还挡风还避雨还防野生动物。这个天真冷啊，朋友们，冲了一夜才冲了54%，正常情况下现在都已经充满了。昨天我还专门放睡袋里暖了暖，要不然更充不了。哇塞，这小的都没充满。这儿刚好有个小扫把，一下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打扫卫生找了一个单子，他俩往这一铺，哎，完美，还不重，还保暖，是吧？又添了个铺盖。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朋友们，我这儿还有5块钱放到这个下面吧，就当电费了，图个安心。前面有50公里，然后有个镇叫什么阿拉会镇。本来我还有俩土豆嘞，想着到不了晚上可以吃嘞。刚刚收拾东西，哇塞，刚刚关机了，还有70%的电都给我冻关机了，手机电池不行了。这零下10度左右的天气都扛不住了，还没我耐扛嘞。本来还有俩土豆嘞，刚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土豆都给冻软了，流水了，不能吃了。没办法，我又去那个饭店买了3袋泡面，晚上估计还是得要吃泡面啊。八坂城分局乌鲁木齐公路管理局管辖区，现在走的这条路就属于乌鲁木齐了，朋友们，哇塞哇塞。
个天气比西藏要冷得多呀，我感觉去年在西藏也没这么冷，这家伙把我冻的呀。前方又该上坡了，坐这休息一会儿，晒晒太阳，又要爬山了，不知道有多远。吃个大白兔奶糖，压压惊。本来想坐着多休息一会儿，我一看手机没信号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走了吧，爬山。这里有个信号塔，为什么这里没信号呢？我们三个单身狗已经过了阿拉会镇了，然后找露营地了。哇塞，在哪儿都找不到，桥洞桥洞没有，废弃房废弃房没有，然后前面这都是土路，往这边走要翻个打板，什么打板城那个路不好走，然后要是走那条路的话省150公里，要是去托克逊县城然后绕一下的话是220，那个山确实是不好爬，然后他俩还太重了，我买的东西也重得很，我准备拐回去了，准备去镇上了，去镇上找个饭店吃吃饭，然后再找个露营地。我们三个已经到阿乐会镇了，然后找了一个有水有电还有暖气的房子，这个暖气片还通着暖气呢。哇塞，这个房间里暖和得很，这两个小家伙已经睡着了，等会儿我再给他挪一下，要不然我没法睡，今天晚上又是不搭帐篷的一天。今天要是去镇上住旅社的话最少得150往上，全是酒店，都没有说旅社宾馆的，都是酒店，所以说今天找到这个房子又省了100多。睡觉了朋友们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